直接那个啥，因为我这边是用那个，我看一下啊，view 的，算了，还是把它 set 为0.h2 吧，因为我不是属性注入啊，我不通过 set 的方法注入了，因为那个找不着，因为 spring 不这么干的啊，你用注解的方式它不这么玩的，哎，好一哎，啥情况啊？又开始负 GC 了，这我。这个天，这里有伏击 C 的国家。开个任务管理器。好吧，啊，调不了，OK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我拿这边 fill 的 name 是吧？平时听1.5，什么1.5？OK，不用管它。OK，那我拿这个 field 啊，我拿这个 name 是不是？然后我跟这边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？我这把那个 method 拿到，但是我这边没有 method，我没有 input，然后怎么办？我可以通过点 get 什么呢？啊，launching 拿到什么？哦，1.5倍速啊！我讲话有点快啊，是不是？有觉得快的吗？那有觉得快的可以讲慢一点。那我拿到这个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在 all to where 是不是点 class？我拿到这个属性集怎么办？拿过来。好，那有人说啊，我这边还可以干啥？我这边还可以 all to where。来，我再给你 all to where 一个。那我 all to where 一个 integer 啊，有人讲啊，我操，integer 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就知道它是个 int。好，那 integer 能这么写哈，是吧？integer，然后啊，然后我不写这个。我不想给它注，也就是说了，这个是属性。那回到这边来啊，我拿 launch 怎么办？哎，if 怎么反呢？好，if 怎么办呢？这个挺慢了啊。不等于 long 的情况下怎么办？field 点 set 能不能行啊？哎，又开始负 GC 了吗？这是。哎，好，然后干嘛？field 完事了是吧？完事之后我可以拿到它对象了吧？点。描述信息，我怎么拿到描述信息？我怎么拿到这个属性？它的这个描述信息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这个原始对象是什么？来，这里面看看有吗？来看，get type，哇，真有啊，是吧？那废话嘛，没有你怎么写啊？好，这是说属性的垂直变量，拿到垂直变量怎么办？啊，很简单，new instance，啊，人家打了一个这个，不要这么玩。OK，来看啊，人家给你说了，不要这么玩啊，这是 JDK 11啊，来 all objects，好，我调一个 instance 来看，打一个 declare 描述符，从 JDK 1.9都不让用了啊，当然我们一直在 JDK 1.8，看它有什么 T 啊，来看啊，声明了废弃这个方法描述用什么来玩，用 constructor，哦，他意思说叫我用 constructor 来弄啊，new instance 替换成这个是吧？来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玩吗？又是个语法问题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原来我 new instance，我们它默认是去拿无参构造，但是我现在又没有无参构造，怎么办？所以它报错了。那所以说人家说什么 get 什么呢？constructor 有参吗？无参，放个 long 进去，或者我不传，反正无参，是不是？然后点干嘛？new instance。啊，里边什么也没有，然后再报了一个异常，这个异常我们把它捕捉，OK，呀，哎，搞那么多个干啥？这是干啥呀？这是卡了吗？这是，关键过，哎，我感觉有点贵啊，这个东西，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？吓得我两腿一哆嗦，OK，啊，这边吓我啊，这个心脏不好啊。OK，拿到这，
这个那个电话。OK，我拿这个 object 啊，我拿 object 我干嘛了？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了？我怎么放？我是不是已经 set accessible 了？点 set 什么？哪个对象？这对象是哪个的？是不是也是那个 controller？它，我跟它一样嘛。点把 object 放进去，OK，完事儿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这个是便利完了啊，然后我们来测一下。对，这个 idea 它有它自己的想法，你看，这不住进来了吗？这个就是 Spring 的核心原理。然后你们会问啊，啊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以老外的写法嘛，这里会打一个这个吗？打一个注释吗？然后我也可以写啊，那你们自己写啊。这帮助开发者啊，这个什么，从 Spring 容器中获取到这个并信息注入啊，对吧？不同于 properties 标签哪、啊，你们怎么写嘛，对吧？哎呀，算了，他这个有自己的想法啊。啊，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啊，啊，这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不写了啊，这个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OK，这就 Spring 了，这就 AOC 了啊，当然这是 AOC 的一部分啊，这只是一部分啊，这只是最核心的那个点啊，外面还有一层东西呢啊，OK，那么问题来了啊，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可是知道这个属性从哪来，我就问你啊，我这里我问你一个很干脆的一个问题啊。这对象是不是直接溜出来的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你的 Spring 里边，你觉得他会给你溜这个吗？那还要配置文件干嘛？如何找到？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做？我是不是还得有个容器啊？对吧？我又得有个容器。那容器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再写一个容器？容器是什么？那在 Spring 里面，那这个容器就叫做 bin factory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了，它就是个 map。K 是什么？你们想，如果是你，你们会怎么玩？如果是你，你们会怎么玩？我就问你们，如果是你。K 是 class，那问题是我 bin name，我按 bin name 去找，我怎么找啊？对，是 ID，K 就是 ID，还记得你们写的那个吗？哎，对，bin ID 和 class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我这个源信息从哪拿？来，我给你们写一个思维导图。有人讲啊，我的容器